你快尝尝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糕点。好，多谢小厮。侯爷，你就别吃了吧。魏指挥使，你不爱吃甜的吧？蔡大哥，你说他们俩谁会赢？我看呢，孔雀斗殴，两败俱伤。嗯，就是，争出个胜负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自由驰骋来的痛快。真是难为小厮了，明明心里啊一直向往的是自在山野，可如今啊却被困在这马车里。我也想骑马。外面霜寒露重，你身体薄弱，当心受了风寒，劳损身体。是。我想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，小厮一定可以策马扬鞭。承蒙崔大哥吉言。三郎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江姑娘的手看起来能打死一头牛，好像跟薄弱也挂不上什么关系。崔大哥，喝茶。谢谢小厮。哦，侯爷，魏指挥使，你们自便。崔大哥，你快尝尝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糕点。好，多谢小厮。手艺不错，回味无穷。哦，侯爷，你最近总是咳嗽，你吃甜的，我怕对你嗓子不太好，你就别吃了吧。魏指挥使，你不爱吃甜的吧？不爱归不爱，但我确实饿了。来，给我尝尝。确实不错。看来魏某要趁这段时间，好好找江姑娘打打牙祭了。江姑娘还有什么看家本领，尽管拿出来，千万别藏着。一定。你也吃一块，味道真好。是啊。让三郎风餐露宿，实在惭愧。少君客气了，看来南陵刺史何振文倒是有几分精明能干，只不过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，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污，纳了多少的垢。再深的水也有竹蒿一通到底，能拔出多少泥全看探的有多深。少君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御史台审过何振文一番，据何振文交代，军械出问题皆是因为工匠经验尚浅，技艺不精。御史台抓了一批涉事工匠，他们也都供认不讳。账目查过了吗？查清楚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雁过必留痕，此番有三郎帮手，我心中多了不少把握。恕魏某直言，少君若想官复原职，就要尽快查明军械案的真相。但就怕军械案一案牵扯甚广，陛下虽在意此案，但他更在意的便是这台面下有没有不清不楚的东西。裴氏永远是陛下的臣民，南陵也始终是陛下的王土，若裴氏真参与其中，裴衍必将大义灭亲。既然有了少君这句话，那军械案必定水落石出。你冷不冷啊？哦，回小姐的话，迷你没事。
我不是什么小姐，我叫江慈，你呢？阿言。阿言，哎，你都撑了一路了，你放那我来吧。哎，万万不可。哎，这样，你就当帮我个忙，我在里面坐着也闷得慌，你帮我透个气。来，小慈，注意安全。拿着，暖暖手。你一会儿就在我旁边站着，帮我指路。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好了，站好了。大人们，都坐好了。三郎，请。江姑娘，崔大哥，你先回去吧。拿着伞。那你呢？拿着。这么大雨，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我来还你披风。你常年在江上行船，这披风厚实，你留着。不行的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烧。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你在船上讨生活，我在别人手底下求生，我们同病相怜，当然要互帮互助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来，拿着，赶紧回去。啊，江姑娘，多谢诸位亲族设下洗尘宴，我敬诸位一杯。